修罗墓主，地府八方，万兽无疆。来者何人？张三丰，甲乙东方木，庚辛西蜀金，中央戊己土，壬癸北方水，道行神鬼经。无疆心法，这无疆心法乃是武学经典，司徒王鬼迷心窍。现在修罗墓也想夺取这玄盒。杀了他！我早就劝过他，与我退出江湖。杀！这江湖又岂是能来去自如的？